你这样刚删除，你就是拍我。那你刚这个就是你没有删，你就是在拍我啊！对对，你不要按删除，你手不要动，里面就是留证，你就是在拍我，有没有？你就是在偷拍他嘛，对不对？你就在偷拍我啊！不是小姐啊，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怎么解释？我是看你这边有，那你可以问我啊。好，对不起，我跟你说对不起。我现在就要报警，手先不要再动哦。哎、欸，他现在有证据了，啊、你现在不要动。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小姐，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我只是看你有驼背。这是我驼背，你可以偷拍我吗？我对不起，我现在报警，我跪你跪下，好不好？帮我报警一下。好，就是办事楼的伸展区，有个男生一直在偷拍我。跟这位小姐上去一下啊，就把它删掉了。对啊。删掉什么？就删了、啊。你不要删，你现在不要动。你现在，你现在就是拍我的东西，你就是拍我。你这样刚删除，你就是拍我。那你刚这个就是？你没有删，你就是在拍我啊！对对，你不要按删除，你手不要动。里面就是留证，你就是在拍我。有没有？你就是在偷拍他嘛、啊，对不对？你就在偷拍我啊！不是小姐啊，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怎么解释？我是看你这边有，那你可以问我啊。好，对不起，我跟你说对不起。我现在就要报警，手先不要再动哦。哎、欸，他现在有证据了，啊、你现在不要动。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小姐，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我只是看你有驼背。你看我驼背，你可以偷拍我吗？我对不起，我现在报警，我跪你跪下，好不好？帮我报警一下。好。报案称在捷运松江南京站搭乘手扶梯时，转头发现后方竟有男子正持手机偷拍其裙底。男子遭发现后立即拔腿逃逸，女子一路呼喊，并追逐至捷运闸门口，原已抓住犯嫌手臂，未料该犯嫌情急之下竟脱下外套直接冲出闸门逃逸。案经捷警队调阅沿线监视器，发觉犯嫌对附近地形相当熟悉，研判具有地缘关系，陆续查访附近店家，锁定犯嫌常出没地点埋伏，最终查获该名男子，全案依妨碍秘密罪嫌移送法办。近两个月，捷运总共发生12件偷拍妨碍秘密案件，犯罪手法多是利用手扶梯高低差偷拍女性裙底风光。然近来有犯嫌却是在车厢座位上持手机试图拍摄座位旁短裙女子大腿内侧等隐私处，经被害女子收证并立即报警，捷警队同样以妨碍秘密罪嫌移送法办。